老板娘，今天来几个重要的东南亚客户，给上点硬菜。哦，米总，你看你这账都审一年了，你今天是没看到我有重要的客户吗？以为把我生意搅黄了？你都说是东南亚来的了，那他俩能听懂啊？中国菜棒棒的，我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。米总，你这两个东南亚客户这血统有点不纯啊！哎，纯得很，赶紧上菜吧。他是在夸我们吗？夸的，夸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一点都不纯，我们很聪明。还聪明，聪明，聪明，聪明。硬菜来喽！呀，还是老板娘够意思，这是猪头肉，快吃快吃。哎，我还没报菜名呢。这道菜它不叫猪头肉，它叫打脸撑胖子。据说吃了这道菜的人脸皮啊会变得特别厚。哦，这道菜有这么厉害啊？我想知道吃了这个脸皮能有多厚。你看看你们米总今天在我这里吃了86盘打脸撑胖子，你看看他的脸皮有多厚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老板娘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来吃吃吃。好，蜜总上万亿这么够人，一坐下就掏出来玩。这可不是，这是纯净的英雄合集版本，开局就能解锁杖法到英雄组合，任意打几大乔五大阵容美女随便你选。下图还有美女帮你摸剑，多舒服呀。这可以哦，在哪里下载？你点左下角就能下载一个。你看我选妲己，搭配龙年坐骑，下图一路火花带闪电，刀刀烈火全都长，玩的就是爽。我等会儿也去试试。好好好，硬菜来喽！我去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在我们那里叫麻辣毛蛋。哎，这个不叫麻辣毛蛋，在我们这里叫以毛补巴。据说吃了这道菜的人都会变成铁公鸡。铁公鸡这么神奇，真想知道铁公鸡长啥样。有人哎，看看你们米总，他今天在我这里一共吃了64份以毛补巴，你看已经变成铁公鸡了。哎，老板娘开玩笑，不要当真。好，又是开玩笑。你看我们那个合同，我和我的夫人商量一下。还有硬菜，这道菜就厉害了，在我们这里叫臭鳜鱼，味道绝了。哎，不对，这道菜在我们这里叫臭名远呀。你们米总今天在我这里吃了78份，这道菜如今要不给个说法，就要像这道菜一样臭的喽。老板娘，又在开玩笑。哎呦哎呦 ，sorry sorry sorry sorry。老板娘，您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得请这么重要客人。我还有很多菜名没报，要不要给你接着报？别报了，你就说吧，我到底省你多少钱？12500毛。我今天给你两条路，要么你掏钱，要么我掏你。我掏。好了，早过了，早知道不来你家吃了。今天你要不给，我能给你掏死。喂，李虎，你怎么还不来的？这桌菜都要吃了喽，你是不过面子，快点。不好意思先生，我马上吃下去。哎，上两道餐具和一壶茶水。咦，你给我10块钱干嘛？两道餐具和一壶茶水的钱，剩下来几块钱给你当小费了。哇贵先生，你请朋友吃饭又吃别人剩菜啊？什么叫别人剩菜？上一桌也是我朋友啊，你管那么宽干嘛？米儿哥，这个怎么都是剩菜的？谁让你来那么晚的？别人都走了。就是俺来吃骨头的，是吧？一点肉都没留，剩下来都是精华，都是自己人，何必计较那么多？尝尝味道就行了。有人，都吃饱了吧？一人100块。不是你请客吃饭吗？干嘛问我们要钱呀？
就是啊，这一桌子1000多块，我不没发工资吗？你一人凑一杯，大头我来出。哇，乖。醉了，在不在的赶紧走。1000块钱吃剩的。这家房间档次太低了，下次带你们去五星级酒店 K。行。哎，回来，谁让你走的？回来结账。不是结过了吗？10块还不够啊！你上桌朋友1000块钱没结账呢。我要说那朋友我不认识，你信不信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可能带你这两个朋友去吃人家的剩菜吧？对，那肯定不可能哦。有人，不可能还不结账？我去，原来是我们错怪米言哥了，他很大气的，他意思请两桌人吃饭。米言哥，你可真够意思。你俩别跟我说话。小样，我治不死你，真抠。小舅，新年好。来就来了，怎么还拿东西呢？我没有地方放不？应该的嘛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没有地方放，我来帮你分担一下子。你也给我留一点哈。都是我的了哈。小舅，新年好，恭喜发财。哎呦呦呦呦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有。来拿着吧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长大了么？来来来来，这行了吧？一样。啊？这哪里来的剪刀？哎，你别使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的。给你红包。来。谢谢小舅。咦？哟，这那么多剪刀呢？这看来整我里面第一天一个发型喽。有人。哎哎，你别使了。坏了，我给你打红包。哦，这行了吧？哎，还有没有？我还哪来红包了？哎，你别试了，来来，都给你。小舅，小舅，我这来你家拜年。我都3天没吃饭了，我忙着呢，等我打完这把游戏了再给你做饭。哟，这不是大话西游手游吗？现在过年好多人都在玩，最近还开通了同城聊天频道呢。对，我就是和几个同城朋友一起玩的。这大话西游和以前一样经典，最新的2024年龙年特别版还能免费领新年限定永久时装啊，超珍惜深受呢。哦，那让我玩一会儿，我也让我小姐妹一起组队。来。我也不会做饭，你自己拿去泡吃吧。你就给我吃这个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做饭，我厨师都给你带来了，进来吧。你好，3星米其林大厨为您服务。我去，你连国际大厨都请来了。他以前就是卖轮胎的。去坐吧。好嘞，走走走，吃饱喝足了你也能去家了，我家里也没有备。哎，小舅，我知道你家没有备，所以我自己带了。哎，你等一下吧，那你准备过到什么时候走的？哎，过了明年。见识中。